青少年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可以跟 youth 一起来释放来在自己静脉赞美，不只是有热情的节奏让你发挥，还是有那种优美的音乐可以打动你的心，可以一起的玩耍，一起的笑，我们可以认识到朋友，我能够与我的主言建立关系，彼此的关怀关心，能够更加的认识上帝，去了青少，原来他们是有耶稣的爱，回到那种的爱接纳，有人去关心我，然后有人去照顾我。在青少细胞小组里头，我们学会了聆听和接纳。我学习到要去爱别人，彼此的造就，怎样的去爱我身边的人，怎样的去为他们付出。学习到自己要怎样有自信，学习神的话语，知道神的话，更加的亲近神。想要进一步更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？我们的青少年细胞小组等着你来。就是你啊，你要来青少年参加我们青少年，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。你一定要来青少年细胞，不能错过。雅比之圣座堂，青少年细胞每逢星期六下午2点，记得来哦。See you.